换年在这个莲池大师所编辑的《往生集》卷二有记载这个人啊。那么莲池大师啊，他所编辑这本《往生集》呢，有入这个《大正藏》在《大正藏》五十一册。换言呢，他是宋朝人。 也就是在莲师大师的前面的朝代啊，唐宋元明清嘛，哈、哦。那么他是人和人，他对这个世间的名文利养啊，他完全放下来，决心事物，他不追求名利，不追求名利。 那么妻子不能自家，他的儿子没有办法，这个继承这个家里的事业，也就是不能够呢啊把家里治好，没有他这个父亲呢换年的这个这样的成就，啊，但是换年呢他还是万年放下。 他不留恋这个，他没有这些情执，他言不知故，他还是放下来。这个就是他的修行功夫。啊，他只说一句话：“但云我自是即克尔，你看他那时候就有体悟了，他体悟佛陀说的：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，是。 印国大师说的：“人生是从业而来的，我们是这个沙婆世界的过客，叫即客。我们来到这个六道轮回呢，就好像我们到世界去旅行呢，到别的国家去。”文昌帝君印印度里面讲：“天黑了哈，你是先找旅馆呢，还是继续旅游呢？” 文第一经因主里面讲说，当然先找落脚处啊，先找旅馆呢、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的轮回，我们要先找旅馆。我们心要安住在哪里呢？就是找旅馆呢、啊。你要安住在哪里呢？你是安住在六道呢，还是安住在十法界呢，还是安住在希望极乐世界呢？你要找一个归宿啊。 所以呢，他你看，那时候他就放下这个情子，他对这个儿子呢，他没有挂碍，他也不留恋。有些人就放不下孙子，放不下儿子，放不下家财万贯，放不下官位，放不下名文利啊。但是换年完全放下来，他说：“我只是个寄客而已啊。” 他就是完全有体悟说，说我未生前我是谁，生我之后我又是谁，啊，他他开始去觉悟了。他每天诵法、法经，念阿弥陀佛，念佛，哦，他是他是呃修慈名念佛法门，他专心不懈。 有一天呢，忽然见到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，放金色光，告诉幻莲说：“啊，明日卯时当行。”他说明天卯时，你就要往生极乐世界了。我跟阿弥陀佛来接你了。明日卯时当行。夜一系，经过一个晚上。 活菩萨来引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做合掌而视，他作画，他活到九十岁啊！这个故事就在讲他，这一篇的文章在讲他，待会我们就会讲，啊，所以画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。